混沌之灰，混沌之灰，这人该深处的混沌之灰，随着虚无之力逐渐增强，这人该妖邪也逐渐自怒。此时，乾坤无量，火气八卦，金霞分散。由来净土君成为众人情毒妖邪，小意思，接下来就是当头戏。中原圣道，为何在相气无用之际，皮肤一处必将你封印？你怒气的灵来吗？你想看看这是什么？是圣怒之心，就是。此的圣怒之心，又是无用啊！就在四十神欲杀之时，听到风来剑起，正中四十神又挥数十灯。五路之上，圣灵为五路，万星点盖，迎之九阳，五星玉霞，奈何一剑？五威一息，一无迎回混沌之风吧。哦，再来就是众人熊电之术，一剑要消掉七条命，气血气血，那么用微笑，如得些三高丁将所爱灵人之主。配合圣怒之心，求将顺利关闭混沌之灰，将虚无永远封印。欲知精彩结果，请勿错过我们的福利。霹雳魔方精彩第35章：七妖伏魔。